现在不在身躯边的人，才是继续不在走下去啦。你已经为咱这个家操烦了十几年了，珍妮、安迪拢大汉啦，我的事业嘛已经有成就啦，今晚我来照顾你，为你负责。林美妍，你奶奶家？阿姨，你奶有委员的手帕？这委员要送我的啦，不用的哟。阿姨是嘞，为着要逼委员出现，我只好让你受罪啊。妈，妈，总裁，有检察官带警察要过来，听讲是要找纵火案的关系人。原来是张检的，你好，这个人是你公司的员工。吃医生的药啊，安尼赶紧好起来，唔再当去水东里。你拄则我吃什么药啊？香菜药啊？是为你包包摕出来的。你在看我走了，你让我离开家。阿英雄已经为我个人化妆室的密道安全离开。你拄则帮助英雄啊，为离开家不用张脸，就证明你对我真死忠啊。我叫做米娅，是这间会馆的经理。有你这类像你遐岁月结语话题的时，对这查甫人说，我想后生呢，计有型啊。我进来看，我若无啊，我可能袂记啥啥款。啊，你物件袂记摕哦？你是啥？我甲星汉绝对是清白，啥物物件袂记摕？